上厕所的时候应该没有开吧？这个太短了，这滑到哪里去？因为后来他缆车有开。Yes， 所以就不用走路了。Yes， 什么什么？他说我们不用走路了。带着水上，我们还在水上。只要不用走路，我就觉得走路？为什么走路？因为他原本缆车这边没开，要走到另外一个站就好了。拿雪杖可以。热身，热身，热身。踢一踢脚。哦，来吧，热身了。哦，我在选手村买的。选手村是哪里？那在那个松山那个饶河街那边、哦。我知道。一个很爱滑雪的老板开的。嗯。但是我还问他说：“那你夏天这间店要怎么办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也还在想要怎么办。”不过他也撑过去了。他刚开而已哦。对，他那时候才刚开。哦。我们要走去哪？哦，这里。大家分三点就可以了哦。前后距离分散。开始的话不会打到别人，然后往前。哦，被我折到电哎、欸！啊，我折到电。折到？对，顶到我的电。你是说它直反折到？对啊。
脚掌收起来，屁股往后移，好，让你的右脚的肩膀会打，然后上半身往前往下压，拉拉右脚后面的肌肉。接着嘛，活动一下上半身哦，来，胸部打开来，向前转。太阳没了，下雪了。我还有一次在家里面。好来，我的同学先过来。好来，我的同学先过来，先好到我这边来，先好降低设备，降低设备，降低设备。来，降低设备。总共，来我们这边。而且下雪了，他刚说完再来拍照。好，来，大家围个圈吧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。刚来我们家，哦，好，我们 snowboard 了，对啊，我们同学，我们朋友， okay, 自己来玩的，对，他们自由行的，对 ，OK。好，来，那我先快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哦，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，哦，就是我们这几天大家会一起上课。那昨天有介绍，但昨天因为可能。就没有办法完全记住大家的。那等一下看有没有英文名字，或者说你比较希望大家怎么叫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讲一下说这三天的课程里面你希望你能学到什么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说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最讨厌吃什么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毕竟可能会一起吃饭，未来一起吃饭，要点错什么？跟我打枪我。好来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 那Ski 的话，其实 Ski 跟 Snowboard 我都教了。那 Ski 因为今年真的比较忙，所以说今年都要自己 Ski。 那我的第一年在可乐，今年第一次可乐成立五年，这个 team 跑去过这个 team 成立五年。那第一年的话，我在红马姆新野都教 Ski。 那其实每一年都有新野。那 Snowboard 简单来讲 ，Ski Snowboard 都还不错。如果说在
这几天上课里面，你们对于课程上不清楚的，欢迎指教，欢迎指教，好，大家互相学习，因为毕竟都是高级者。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我的上课的方式，哦，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。那如果说真的有我不懂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去好去查询，然后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交流。OK， 那希望这三天就大家变小了一点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是纳豆，我可以吃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我一年有半个月都在日本，但是还是会挑战的。好了，那下一位。叫做菜头，然后呢，绰号叫做就是你有在叫的那个字，跟自己的字，然后还要涂成酱，好，也听懂啊。还有这三天全都会在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乱学应该是有机会，馒头不一定。好，如果可以，好，不用学会，有点多，体验就好了。点赞小转馒头。对，这样。好，那后台这些东西很多，很多什么？苦瓜、茄子、番茄，对，香蕉。你哦，你刚刚是故意针对我吧？没有，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。因为他们都跟我很熟。好 ，OK， 好。我再见一座。好。叫阿座，好，阿座。这样不奇怪。你好，这是真好。好，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真很大，哈。拜拜。好。我就觉得滑雪就好像在玩一样，不要太难。好好玩就好 ，OK。对。好，那阿座有没有什么？没有。好痒。大青蛙，啊，那是毒蝎子啦，蚱蜢。我毒叫蛙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思念的可能名字我也没关系。思颖的话，可能就是稍微大胆尝试，我会对。好，思颖。海鲜，海鲜，海鲜都可以。OK， 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平。一平，对对对，一二三。OK， 想办法动作要练好一点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的。好，那下一位。好，他先讲好了。他先讲好。他是女朋友吗？他老婆。好的。这样子问很害怕。对啊。你要先问能不能拍照。哦，他们显然见不得。没有了。很敏感。现在很多数字的。懂吗？什么五啊六啊？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啊，这个不能乱问的。主要是笑话，笑话才。好，各位来。好。比较平均。平均。对，然后。平还是平？凉平的平。平均。哦，八座。快啊，他喜欢这好简单啊，直板直板向下，一直上，他会一直踩三脚下来。OK， 好，就是顺畅，直板向下。我的认知是顺畅，快是直板。对啊，直板向下。冲啊！你教练费给我就好了。教练费给我就好，带你去黑线，一定最快。我赚。好。没什么不吃的东西。没有不吃的东西。对。好 ，OK。
来，再来。我、嗯、我叫我的英文名字叫 Julie， 但是大家都叫我 Jul 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我哦，我想要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团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哥就说我们就是要滑得平安、健康又快乐。好，嗯，对，因为我就是很宗旨就是这样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紧张，所以我就希望红的可以很就真的这样悠游自在就 好。对，没有追求什么。轻松的。对。然后最讨厌的是香菜 ，bakchi， 对，最讨厌。好，我叫小 Z， A 到 Z 的 Z。那我想要那个就是 S 顺一点，因为我的重心偶尔会不 S 顺一点，然后重心的位置。对对对 ，OK。那讨厌的是鱼，是鱼，不吃鱼，不吃鱼，生鱼也不行。生的熟的都不吃，生的熟的都不吃。像我们其中我们的队长是不吃熟鱼，因为他说他不吃死鱼。对，那个也是死的。好啊，就开玩笑。生死心。对对，他但他只是生鱼片了，所以比较特别。嗯，不吃熟鱼。好，来，那我现在把名字全部再讲一次 ，J， 然后 Z， 然后停。停，然后一品，停，阿玉，阿座，凤君，好，自己，好，来，那我们讲一下，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。好，来，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大家地图应该都会看了哦，因为已经不是初学者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现在旁边左右两边的缆车有一条是五号，一个是4号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、那简单来讲，叫做白华，一个叫做那个 Hanoki， 哦 ，Hanoki 就是1号 ，Hanoki Number One，、嗯、所以我们就是这边的位置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？我们等一下会先上 Hanoki， 哦，会先上这边，然后在这个方向先滑一下，滑完之后我们会直接接完山第一。那我们今天应该会直接上红线或者是绿线这两条来做使用。好、哦，这两条来做使用。那下午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直接哦回到汉堡王这边吃饭。好、哦，会从这边环山道直接进来。那我们在这边吃，因为大家都在这里，好、哦，跟朋友什么都在这里。那下午边吃的汉堡呢，我们就边看了这一条。好、哦，那就是我们下午的路线。嗯、OK， 好吗？好、哦，可以试试看，但是还是会依大家上课早上的上课状况来决定。这是我目前先设立的一个我们今天会上课的位置。这一条，红红这条，啊、嗯，这条，又宽又大，真是。好 ，OK 吗？这跟台场不是台场，苗场正面的那个大斜面有点点。我没有，不是大斜面，不是大斜面。旅馆六号前面那个红线。没有，这个比较，这个比较陡，比较陡。好，所以现在先看一下，我们等下先到那边的红线也是宽宽大大的，宽大就是好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我们先好，先拿板子，先热身吧。我们先不讲那么多，先热身。我的84光年把我额头那拉下来一点，因为我觉得你不那里有吗？可以拉吗？等我一下。嗯，就是那里会吹到风。好的。好，那帮我吧。但是眼镜好了。好的。要穿吗？好的，可以。要穿吗？对，那先拿下来。讲一下我上课的一些宗旨啊，其实简单来讲是，我会以比较放松的方式去学习，是身体的放松，不是精神上的放松。我精神上可能很紧绷，但是身体上是，你是用一个放松的姿啊去感受。像有些人会教说，我一定要压得很硬啊，或者姿势一定要怎么样，其实
我会先来调整你们的姿势哦，今天的部分，那会运用一些进行的练习 ，OK。好累哦，手会酸呐、啊，摸摸啊，超级远，很不滑哎、欸，然后最后手会离脚酸。好累啊、哦，这个好累，走平路最累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稍微辛苦一点点啊，因为稍微移动的部分，总比那边推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累啊。OK， 好来，那我们上面见哈。还好我有买手背，因为它的那个感应器比较高。对啊。你说还好有买，不然我那个在很下面。大概你500块没。哦，你要坐哪一边？现在这样就这样。好。棍子了，又差点要弯掉了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再放，太危险了！哇塞，是怎样飘大雪？Yeah, sure.
到。那个梦已经到了车桥终点。而且他要小转哎、欸，那他完蛋了。他说是有撞到的，你有撞到哦。这是黑线，你只能用这招线、啊。而且他还想要馒头，他好勇敢。哦，你帽子没戴对不对？你多少？你帽子没戴对不对？紫色的。我没戴啊。你忘记带出门了？没有，我觉得今天好冷。哦，我有戴。还好你有戴这个面罩。现在这个温度刚好。我要是闯。这个不是这个车，这也算车吧？这个蛮快的、欸。你看他动作是很快哎、欸。快的话其实是好事。哦，你都不用吹，不用吹风吹那么久。其实我有点不太懂，他说什么四点一定要上车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小转馒头，太可怕了。一样，我觉得教练会先经过，但是他就目标会放没有啊，他就可以像雪里也是啊。那时候那个有个地方是两边滑道，他就带他去那边，我们自己慢慢练习，我 OK。啊？有吗？有自己练的时候。有啊，啊，赵哥他们有想要练啊。啊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停着滑下去，然后有一块是馒头，雪莉有带上去。那时候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旁边滑，一样的路。哦。他不会有个地方逼所有人都滑馒头吧？让我死了吧？应该不会，不可能，因为我的脚有，我觉得我脚现在有先天上的问题，就是我那个骨头啊，好不好吃？我没有办法。哪个地方？脚踝。滑雪不是用脚啊，标冰才是。但是有一点要用吧。滑雪主要是用脚踝。脚动一动，有点太冷，不会动。哦，如果下午这再冷一点，我的外套可能就有点凉。他知道我们这里吗？可能他快要到站，他就慢一点，对。怎么可能坐得到时间？到站才变慢，对不对？这条线是这样，懂吗？好。大家把帐拿起来，把帐套，看一下大家，然后
握起来，要从这里。的话，或者是你从下往上套的话，当你手垂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掉了。我说要记得，这个是很基本的握杖的部分哦，就把它握错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会滑两趟，哦，都是同一条线，让大家去感受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滑到下面之后，先在缆车下集合。我们先集合好了。第一趟我们先在缆车下集合之后，先讨论一下。你觉得雪况是怎么样的？然后你觉得会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滑雪？我说是中高阶者，你应该要去思考。但是我的上课方式是希望有，就像我不会的，我会的，然后你会的，你的不会的 ，OK， 然后你会比较 ，OK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先讨论这个部分，然后之后第二趟一样上来再滑一次，用你刚刚自己的想法或方式去。
好吗？还好。来等你吗？没关系，所以我跟教练说，我可能要休息一下下，我在这边等你们第二趟。真的、哦？你确定你要坐在这里等？你脚脚扭到吗？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痛，但是我觉得休息好。好，那你就坐在，你要坐在这里等。那我。好，那我跟他说。好，那我就在这边等。好。那我这边啊。哦，好。好，跟灯。感受到轻松了。因为他雪还算刹得了车哎、欸嗯。你要这么小圈吗？嗯、我要跟不动。脚又酸嘞、欸，我脚酸呢、欸，大腿外侧。用太多控制力。哦。那个我刚也在怕。嗯。所以他说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到底要在下面集合还是上面？我们现在这里等。你刚刚他有跟你讲什么吗？他说我先到缆车站。哦。因为这一段用不着浪费力气啊，我就想说速度就够了。那、啊、他你有没有跟他说没收的？还没有讲。你没有讲，你看他说你就站在那一直等，你是白痴吗？你刚刚先看到，他就一定会等人到齐才会下来，他这样就会不知道啊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也
很笨呢，我以为你刚刚在集合已经先讲了。哦，哦，就讲。我有速度，你刚刚在上面，他们在等你们，你就应该讲脚还是会不舒服的，就坐着休息啊。要不然一直站着，因为 skater 一直站着。还有啊？啊？走啦！啊？不是还有两个人，他们先上去了。他说他们在，他说可能会在上面等。没有，我没有说在上面等，我是说另外有两个倒 V 的在很上面就摔了。就他们就会 A 字比较大的。好，来我们讲一下好了。来，你们觉得今天的雪现在的状况是像什么？像什么样？其实黏黏呢、欸。黏黏哦、喔。不算吗？稍微因为比较湿。我觉得有雪。阿卓，你觉得还好？其实跟新野有点像。你觉得雪况像什么？像怎样？黏黏冰。对，它有没有像斯乐冰的感觉？没有那么斯乐冰哎。对，没有，当然啦，但是它就是整体来讲，就是、我们称之为这种雪况叫 slush， 就是一样就是斯乐冰。泥、嗯、啊。那对，但其他这种雪的话，你们可以尝试看看钢边用多一点的方式吧。但是钢边多一点，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雪？但是你刚刚应该有看我在滑，我是其实我都狂压，我压的其实速度非常快，就是这种雪质其实还蛮适合这种滑行的。今天的雪还蛮好的，嗯嗯，然后也不会说真的很黏，黏的话是会感觉翻车，然后魔鬼会拉住，就是突然这样子刹车，今天很不错。OK， 好，来，那你们可以试着呢，嗯，打斜一点吗？再打斜，就是其实我们平行之后就会用到的，哦，平行之后再教，把平行学好就是比较后面的教学方式。那这样来讲的话，你们等下的滑行方式可以试着绕大圈一点。哦，适合绕大圈一点，然后速度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不一定要很慢。好，可以稍微这样自己加快点。OK， 来，我们上去吧，我们上去找他。要看，哎，下来了，还好吗？还好。哦。有没有怎么样？啊，另外两个呢？哦，好。你还好哦。这两个是不是？对。对。哦。
那来了先上去吧，没关系，等下上去一样滑下来到这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板子跟我板子很像。啊，就同个牌子没？不是，花纹都很像。一样的、啊，同款的吧？可能年、啊嗯、可能年份不同。对啊，花纹很像。因为同牌子，它可能就这个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个牌子啊。嗯。但我这比较老，好吧，上吧。好，一样再滑一趟。好，感受一下。要多几次克服那个心理问题。为什么我的票过不去啊？哎、欸，我票过不去、欸。你不到底 ？Yes。嗯？那怎么办？试看，你先提过来，然后他贴上去看看。哎、欸，他那个the doors out of order。啊，哪位？不好意思，那个是你的吗？那个。啊，我的气喘药，哎呦呦！哎，Thank you。哎，还没好哎，我的气喘药居然掉地上哎，为什么？我们等会再上。我里面的拉链没拉，哇，我吃药的时候掉了。好可怕、啊！我的气喘药颤掉了。好、啊。Sorry。检查全身东西，好危险哦！对啊，竟然掉东掉西是怎样？好神秘哦嘞！不过因为我刚刚吃药有打开嘛，嗯，然后我刚喝水的时候吃药，对啊，好了，反正幸好中间什么，还好他后面的有看到，不然就埋葬了。那你有几罐？身上当然只有一罐啊，你也会带几罐？后面管还有。外面是手机、镜头，然后口袋，我要把尽量不要拉开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我滑得很烂吗？我滑得很慢，不是很烂。很慢不是？对，在没必要慢的地方很慢。下面绿线那个地方就不用了。啊啥？下面绿线你，我也觉得好像绕 S 很大圈的感觉。对啊，你要弄 S 上面那么斜的地方，你绕 S 上。我有绕。你有绕啊，但是还是好，还可以。非常谨慎。所以大腿很酸，大腿外侧应该很酸。哦，膝盖还好，膝盖很好，但是大腿很酸。我觉得音效的部分还是要试一下。啊，我倒是没什么听到声音的、欸。那你就是视觉上了。对啊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就算是视觉吧，如果是年度热身的话，第一趟还是这绿的绿线比较好。你说这不够绿吗？这不是，这是绿的吧？啊，这是绿的吧？上面是红的。我操，下面才是绿的。就是因为还要适应一下。
还是这真的是绿林，只是上面蛮低，很像苗场最后边那个绿林。哦，这是两个，对，这个。对对对胶带卡到了吗？胶带卡到一点点点，而且胶带有点发黄哎、欸，好吵！遇到他又是他，好来，我们稍微讲一下策略，讲一点观念。其实我上课大部分都讲观念比较多，技巧就是慢慢讲。那些有好的观念就可以运用你的一些技巧去克服一些地形，对你未来你自己在滑的时候，你就会使用它。好了，我们讲一下这个地形好了，这个地形是有几个斜面。地球几个斜面？我们现在要下这个，看出来了。怎样有这个叫做 double b o l i n e， 就是有两个，一个往我们要直下的斜面，跟一个上方斜。好，那你觉得往哪个方向会变慢？往这个方向变慢。OK， 好，那你可以我们可以用五分钟，绝不回山。嗯 ，All right。所以说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很多人都看我就这样直接下去了？当然 OK， 如果你的技术是觉得去那边速度的话，当然是我。但我现在如果我想要克服这个，当我自己在滑行的时候，我要克服这样的坡道，我是不是可以先往上？所以我就做一点小耳回山的转上，或再转上。OK， 我来做个示范之后，我会到那边集合。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做，但是这是我的方式，就是说我要用一个安全的方式抵达我们要去。OK。鲜鱼胶的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放开，然后再回一下，再放开，再回一下，哦，这样就会很安全。没有，就踩着左脚就好了。就是鞋板稍微朝上一点点，可以过去看看。
停到下方就可以了，很好。嘿呦，嘿。很好，放轻松哦，轻松滑就好，停到我的下方就好了哦。找好你的停车格，哦，大家排好，从我的下方哦，还没到哦。哦那你用走了下来可以，慢慢的往下侧，侧，你杖拿起来，不要插在这里。杖拿，对，好，试试看，或者是往下转两圈也可以，停到下方。我们挡住他了吗？对，你要跟他学习。我们是障碍物。好，我的下方，我的下方，我的下方。咻！侧滑。对啊，那个我不会。好，我的下巴。因为我转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已经停那么高了。因为比较害怕，就会越爬越好。然后障碍物越来越多。越爬越往山上。大家第一个出发，有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我们打的。OK， 好，大家都还不错哈，我到前面。来，我讲一下刚刚这样的方式滑行，你会不会觉得比我们刚刚一开始下来的方式轻松很多？至少是轻松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到这边之后呢，其实这个就变成只有一个 fall line， 对不对？就现在就只有一个往下的部分。所以这个是横切的一个技巧，好、哦，横切的技巧。那横切的技巧，我们重心是不是一样会放在这只脚上？嗯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尝试另外一个横切的技巧，我们从这边切到对面，哦，做一个横切，然后试试看。你的重心，三角如果可以抬起的抬起，这抬起用踩踏的方式，踩踏的地方。对。我觉得我好像鞋子绑太紧，但是我刚好试着松也松不掉，因为那个扣就扣不住。扣不住。扣不住。你说松开扣不住。嗯。那个要这样子弄啊。只要脚抬起来，这就对了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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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回到下面一点点哦，我们到下面一点点，这边比较平一点，比较平。
一样尽量停在你 OK， 没关系。上课的话尽量停在我的下方，因为简单讲，你在我的上方一定会比较陡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不要你上来。那我大部分找的位置就是我觉得已经够高的位置，下方就是简单来讲会比较好缓一点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讲一下我们的板子，当我们单脚的时候呢。我讲一下板子好了，板子的动作，如果说板子现在这个坡道是这样的形状的时候，我的板子往这个方向的话是会变快变慢，是变慢。那我板子往稍微微下的话，变快，对不对？ OK， 当我们在横切的时候呢，你的板子可以微微的离坡道上方一点点，在会移动与不停下来的地方，它是不是就会一直慢慢的往前前进？当你如果说它是一直往下的话，它这样就会变很快。所以说你轻轻的是有点顶住它的话，然后是有点微微往上的话，它是会一直往慢慢的很向前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做个练习是，我们接这一只右脚之后转个弯之后接左脚，然后慢慢的停在那个就是橘色的那个长棒的柱子的那个方向，好吗？好，我先做示范哈。单脚，那尽量手杖拿起来。对，我要跟很近，是不是？不用近，你只要你先盯着我出发就好。好，你不用跟。太慢了吧！推不回去。这里还不错，你不用动。干嘛？我往后面拍一下。毛毛山啊。啊。好了，不要动。那这里没有那种哎、欸。赖美华在那个二四谷啊，就是树上都结冰啊。昨天都下雨。你不用上来啊。哇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好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没有全身。好了 ，OK， 就这样。没有风的话就小热。嗯。脚酸，把它靠在一只脚上。哎。嗯，好像练习这个还不错。嗯。我觉得是那时候新野那几趟啊，蓝线有没有？Sherry 就叫我们去滑。那滑很多次，我那时候还抬不起来，
现在可以。我没有办法开，我还是只能咚咚，因为脚太重。我是溜冰的时候就在打、哦，我在想说这次看能不能，这次可以。就脚好紧、啊。下面绿的可能就更好，更容易单脚。好，来 ，OK 的。OK， 一瓶 OK OK。好。好来。好，讲一下几个问题点哈，都，好，我想想看哦，那个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叫做一平的老婆是，平均嘛，哦，平均你这样子转过来，你会卡到自己的板子，会跌倒，对，你要左脚先移动，右脚先收回来，对，右脚先收回来，好，左脚先转。没关系，你这样，对，还是你要往前滑滑一个，我先往下滑滑一个，给它滑过来，你再往前滑转过来就好了，嗯，三角形打开就可以了，对对对，轻轻推开，对，然后转过来就可以了，对，很好 ，OK， 成功，好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好来，我讲一下哈，因为其实，在中高阶者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不希望大家是平的 ，OK， 如果你觉得很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滑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很累。我会中间会大家会互相休息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一直停着等待，哦，因为其实今天花学费来了，我希望你是在土地上一直练习，嗯，就算我教给你的东西，我也希望你去练习，哦，不太像说初学者在那边等大家聊天啊，当然是 OK 很好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滑更多了，嗯，哦，那滑完之后你会有很多想法，这才是中高阶者需要的东西，当你有了想法之后，你来问我，你这样才会进步。哦，因为初学者是我给你东西，你只要学就好 ，OK。因为大家已经不是第一团了哦，也不是第二团，都已经有一点成绩。好，来，我稍微快速讲一下几个重点，大家的 feedback。那我们刚刚讲的东西，是我们刚刚在学的这种重心嘛？对。OK。那重心大家清楚吗？就是我们其实在转弯时候要把重心放在哪一只脚？下面那个对山下的那只脚，当然要等站在山上的脚之后，把山上的脚抬起来，啊，这是我一个重心的平衡。OK， 等一下你们可以持续的用这边的练习。那另外的方式是，你可以去思考，我在做平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平行，其实只有单脚在滑。说实在的，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有单脚的重心点在滑，另外一只脚是做一些辅助的部分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单脚也可以滑。OK， 那如果说你像刚刚那个一品他摔倒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是重心到里面才会摔倒，才会这样。OK， 那你重心在外的时候是不太可能摔倒。哦，这样清楚了。好，那我先快速讲几个 feedback。那个魔的话我刚刚讲了。OK， 那个阿座的话是手稍微拿出来一点。然后你也是，手上刚没拖地非常好 ，OK， 手拿出来，然后那个揪的话，我觉得你后座稍微身体站起来，重心往前，哦，身体轻轻的压着鞋舌，轻轻的就好了，不是用力往前，轻轻的压着鞋舌，身体就会往前起，不然你手前面一点好不好？嗯，然后我是 Z，、那个、我先那个。自影的话，应该也是会有点点后座啦，好、哦，会有点点后啊，不是，不要看地板就好，好、哦，你不要看地板就好，都不要想，主要不要看地板，看你要去的方向。好，然后那个这个是 Z 嘛，嗯 ，Z 的话，其实你在转的时候啊，不要太急，嗯，好、哦，另外一只脚会，你的另外一只脚的重心放对，但是你另外一只脚你没有跟着转，你会变成。卡进来，所以说你跟着同的方向一起转，你的上方脚也要跟着转。转慢一点吗？上方的脚跟着转，跟着转。试试看，先试试看。现在吗？就是等一下再滑这一段。好。然后一平的话，我就觉得我转的脚转不是身体转，你会身体先带，哦，是脚先带。OK， 哦，试着脚先转。等一下我们下面会教肌肉的部分跟脚转部分，会在平地。OK， 来。直接下了，不要再等了、哦、好，那我要跟在你后面。哦，你太慢了。我太慢了。对啊。哦，好啊。
有，我觉得。大缆车吧，哦，大缆车站，大缆车站，好，等一下，哦，大缆车站。右转，左转 ，OK， 好嘞，好来，一品跟我一样，好来，大家到缆车站吧，好，直接到下面缆车站。哪里来去啊？左脚会比较正常，对不对？欧美就偏左脚，左脚转过来之后，要去。你怎么可能 always 左转？哦。嗯？你走我前面啊。啊！我有往前一点了吗？
多技术不一样。小心点呀，物品。讲一下，先脱掉左脚，先脱，脱了吗？我讲一下，我讲一些肌肉的东西哦，这个观念。那其实 skin 跟我们一般在走路，其实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正向的运动，它是一个正向的运动。那其实我们从小就会站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小是不是就可以站在？我们坡道的上面，像因为我刚刚这个地方是没有坡道，但是我们自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个坡道上面。它靠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乱猜，你自己本身，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几坡上？所以你会往山上倒。摩擦力什么？往山上倒嘛。往山上倒，它是一个平衡嘛。对啊，与它垂直一个平衡。摩擦力。那其实整体来讲，我讲的话是说，因为我没有。OK， 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嘛，因为没有骨骼支撑肌肉的包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站在板子上的一个部分。像其实很多人，我们可能在初学里面比较少会，有些人是没有站在板子上，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可以站在板子上，就是你站在你的板子上面，然后平衡它，好，去感受你的脚底板。你的脚底板是完完全全的贴在你的板子上，它才能站好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平衡。所以说其实我们本身就会平衡。那来，我们现在把姿势站出来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讲的是我们滑雪的姿势。好，来站在上面平衡。OK， 好，你的身体本身的平衡，身体要微微有。好，但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今天可能会录一些影片，晚上会做一些检讨跟讨论。我们有时候很多人的做法会变成这样，这就后坐。但是其实我身体站直，手拉出来 ，OK， 这样的方式就是你本身脚底板就是很直。如果说你这样往下拖，你会发现你的前的脚趾头会浮起来。OK， 这样清楚吗？如果你现在先往下坐，试试看往下坐，好，它是不是会大拇指会浮起来，前面的脚趾头是不是会浮起来 ？OK。当你在滑雪的时候，你可能有时候会感受到这个动作。什么时候会感受到？突然被拉走，有没有？突然有时候我们过一个窟窿被拉走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当你这种感觉的时候，记得一样再往前顶，它就会回到原本位置。OK， 这些都是一些观念还有暂停的部分啊，这就是最简单的暂停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暂时讲完了，重心讲完了。我们现在讲转腿，转动你的雪板的部分。好，你先把脚脱下来，好，把脚脱下来。转脚之前有没有学过？就是要在地面画出一个圆形。就是我们的转脚呢，我们再试着转看。出来会就像这样子，听着像神奇宝贝球哟，中间有一个圆圈圈。不会是扇形哦，扇形是长这样子，像扇形。那另外一种扇形是这样子，要翻一点，支点的位置错误了。好，来我讲一下转腿哦。转腿的整体来讲呢，是用大腿这个内侧稍微有点内侧肌肉，
哦，你轻微摸在你的大腿内侧，当你在转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有感觉。那闪腿的部分呢，是用你的足弓拉到足弓位置，好，足弓的位置为轴心，之后做多两次转动。好，所以说你要放松，踩在地面上之后，足弓当中间点，好，去左右转。OK， 好，来，每个人转转看。左脚也一样啊，两脚都要做。那转腿在高阶好滑行，我们在做平行的时候，转腿就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如果你的转腿转得好，啊，你的平行就很漂亮。对 ，OK， 好来，我们试着躺下来。躺下来，脚抬起来，等一下，这样子转，我躺下就跑不起来，这样子转，躺下来跑不了，可以啊，躺下来坐着休息一下，好，这样子脚抬起来，啊，很舒服，好，两脚同时转上左边，转上右边，我舒服哎，我就录你在这搞，舒服哎，转之后我拍一张啊。然后之后慢慢再转向另外一边，对，转过来换边，好，换边，再录一个，换边不是身体是这样子吗？这里不是，是脚底板而已，脚底板。好，录。你的左脚没有转啊，我发现。这边没有转过来，真的吗？这样子，对，要这么斜啊？对，两只要一样平，打混，去尝试让它两只脚一样平。哦，对，一样。哦，好酸啊！酸了，躺着好舒服、啊。有没有发现你有些脚会比较没有那么？你没有转那么。两只脚同时。对啊，但是你转的好小哦。对啊，就可以再大一点这样。对，然后你会发现大腿内侧就会拉到了。哦，大腿内侧就会拉到。你转。转。你很大、啊。对啊，我就这，是我说你没动啊。我不大行。我这只脚。脚超硬的，一直抵抗我。哦，躺着好舒服哦，好凉快。OK， 这样子要转脚了吗？好，大家都累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你先上右脚的 speed， 然后上右脚的 speed。我刚把它踩了，右脚好勒哦。还是很想坐着不要动。哎，是。哎，是。把右脚伸下去，稍微左右啊、哦，看一下，好、哦，不要太近，旁边不要有障碍物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会在雪上画出一个蝴蝶结。哦，不用刻意去靠到雪，你可以在雪面上也没关系，抬起来，在雪面上可以，抬起来这样走可以。这样子，简单讲，我们站在这边，站在你的左右，敲到你的上，啊，上放这边，敲到你的上，敲回来，这样，这样的角度就够了。对，哎，很好，转得很好 ，OK。哦，再可以再宽一点那个。打混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要进来那个吸引。要这样子，你看哦，我们其实转角可以转很大的，啊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我在前面上画的动作，可是我是抬起啊。对啊。OK， 好，来，每个人再坐一下，我再来看一下哦。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好。如果你有碰到两根杆子，可以放在地面上试试看，放在地面上，轻轻的在雪地上画出来。哦，最好会刮到。哎、欸，我也会啊，就是躺着。换左脚。左脚的是每个人比较不习惯。看我画出来的图案，这样看得到。
到吗？嗯，看到画出来的样子。上一只脚掉了，好，来试试看左脚走。好，要先就是杆子可以试着去打到你的杆子，试看。好，啊脚尽量不要脚手这样不要勾，哦，然后放在地上做这样动作。大家都转一下乱做，哦，很好很好很好 ，OK， 很好，对 ，OK， 好。好，在对于我们刚刚讲的哦，肌肉我们在position 部分，好，哦，还有在就是短腿的这个部分，有没有什么？所以应该要站直一点吗？其实对你来讲，女孩子比较容易后坐，因为女孩子骨盆跟男性比较不一样，女生的骨盆会是比较外的，男生的啊不对，女生骨盆是这样外内。向内，所以它的骨盆会稍微外侧一点，所以它本身自然会后坐，所以女孩子自然要自己提醒自己，稍微身体站起来，放松的站起来就好了，还可以吗？要不要重复？对，要不然或者是坐下来，重新松绑，然后再绑直会比较好。好，那站姿的话，我们现在把两只脚可以穿上去，站姿整体来讲就这样，站在雪板上。哦，但是当我们在滑的时候，你都会紧张，我们都会变强。宁愿轻轻的往前靠会比较稳定。哦，轻轻的靠在鞋子上，轻轻的哈，不是刻意要往前这样子，有些人会刻意往前不用。这样子站姿跳跳，这就是你最好的了。OK， 、哦，这就是本身你最好的了。要晒太阳。好热哦。然后从左边上，我右边那个会踢不过。太快了，他根本不用碰哎，欸，我坐中间哦，好，可以。哦 ，Sherry 很厉害 ，Sherry 不错。嗯，对啊 ，Sherry 他已经先教很多我们还无法体会的东西。不是无法体会啊，做不到，就是，身体还做不到的。做不到。Okay，Sherry 也是理论很强哦，真的好。嗯，因为他我们很喜欢他，因为他会换很多种方式教我。对。
对，所以我们很喜欢他。他的像刚刚躺在地上，他那个也是他讲，他也会讲。他有教我们就转脚，在地上转。对对对对，没有上反转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太重。就脚转，那个是一定要练的。然后你一开始那个横着滑过去不会怕，就是因为已经被他带过了。OK， 对啊，其实我们还是滑到山上去了，越滑越高啊。它有安全起见啊。它的横滑会很平的横滑，几乎没有下降的那种横滑。安全为上。所以滑完之后，它都在上面。我的向右转。一直都怪怪的，你说你的左右脚吗？还是左脚？我的左脚朝右转的重心转换，我每次最不稳的时候，左脚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像我现在还不信任我的左脚，要练到相信它，你要相信它，对啊，你要敢放下去啊，敢躺在那个位置上，因为其实往下会有一个速度，所以大部分有些人都会比较害怕那个往下掉的。对啊，我后来比较右边可以，左边不行。所以我可以，左边你可以。我这一 round 要再试试看。左边你一定可以。我问一下哦，我平常因为我膝盖可能有受旧伤会粘连，所以但是我已经治了一年了，所以我膝盖还好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打两侧大腿很酸，因为后坐。对，会哦。好吗？是哦。那就表示你。但是 Sherry 有教你后坐吗？有啊，就那个姿势这样就会这样。因为很害怕的样子，然后就往后倒，但是改不过来哎，怎么办？你不要偏的太慢的，站直不要太慢的，对他应该也是这样站起来而已。对，那之前的影片他说站起来，然后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会有记得他的讲话的方式就站起来，他就会。就是有点烧掉的感觉，站起来可以站了吧？类似这样，要坐多久？因为上次我们是新野找他，所以就只有四个学生，专门都是他认识的，他带。然后他自己回家以后说，他会不会对我太严厉？就是他说会不会回去我录到全部都他在骂我？对，我就说，先问一下是不是律师啊？太恐怖了。对啊。你们新野是今年吗？去年就，去年一月的啊。1月哦。对啊，所以说其实认真来讲就是自己知道问题点，但是自己要改。我们再讲再多一点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想要自己就是完全有意识的，全都不会酸痛，这样最好。但是现在你就知道，完蛋的大腿要酸了又酸了，怎么办？但是我无能为力，怎么办？在很累的状况下，你也许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对啊，大腿很有力的，脚是非常有力的，脚可以 hold 很久，而且今天 hold 完，明天泡个汤又好了，又 reset 了，对，又有这种事，对，有这么快，腿太强了，因为其实腿真的是人体常在用的，所以它的肌肉不用练它，对，要超爆它就真的蛮难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你自己站起来，然后你的这个前胫骨稍微轻轻有碰触到，你就知道，哎。这个姿势就对了，对，站直一点，站直就会放松了，紧张就会有自己的姿势出来，就是很正常。比如说，哦，下午的目标，你说比苗场还陡，我就觉得。然后就紧张、啊。其实你可以，只是哎、欸，但是我苗场那个下来超紧张的，可能是 Z 字形下来的，停、哦、下来、okay、然后只要有体会就好。雪票都买了，不来滑怎么行呢？对啊，体会。哎呦，你要去哪里？雪变好。松的吗？松的吧。没有到很松。你看它这个就这么浅，这么浅，一点点吧，就是舒服的而已。啊，其实我们都很只有试 ，Jerry 带我们试过一次，真的。如果走这边，走这一类似这种地方，它自然而然会比较慢，是不是？比较慢？不会啊，不会。旱地啊，你说松雪是不是？对啊，松雪本身就会比较慢。哦。
又滑过去了。你自己还不是滑很慢，还说别人？我现在用单脚，我还在练习，我当然很慢。我两个人还吐。是啊。回去里面都在吐手，对吗？对。缆车上也在吐手，是蛮有趣哦。大路好，尽量转成是同个方向哦，试试看往下走滑一点没关系。好，先往下滑，再转过来。哦。尽量是同个方向。左呢？好对，要倒退。好 ，OK， 好来，那我们哦这边就试着哦试着我想看哈、哦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因为比较坡度稍微比较长一点，哦比较陡一点点啦、啊，那可以试试看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平行没关系，你的中间做一个三角形的部分。然后之后侧边是做平行的 ，OK， 我先做示范，大概就会到那个切面的位置，哦，大概这个坡道的部分，哦，所以一样就是你可以先做个平行，哦，我尽量你的中线是平行的，下去转过来之后转角，哦，你可以做三角形转角没关系，但是我要看到。这样我都没有帮你拍、欸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还要在前面吗？好吧，说转左脚吗？还是说收脚那一脚？好，好。我有平吗？啊，我平有平吗？平啊，有平哦、喔。你平啊？我现在已经，我现在没有脚脚偷偷出去去突出去。去看。好，换我滑你后面啊，走。那、啊、当然先滑远一点。对啊。你要试着盯着我看哦、喔。好啦。一边滑。好啦。慢慢的、喔。好啊，那你不要滑太快，我追不到、啊。我会滑很平，因为我要试着滑单脚。好，走。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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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会滑到你后面去了啦，站起来。板蛮长的，170有吗？有，对不对？板是170，那么长，对，刚好170。很恐怖呢。他做多高？168。那我应该跟你换一下，你玩我的，我玩你的。他对他来讲，现在来讲太进阶了，170的板真的太进阶了，而且是low碰的板，非常的硬。对来讲，你会滑起来会转不过去。简单讲就是，你现在你可能可以开 CRV。但是你买了保时捷的概念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我可能开 CRV， 然后但是我现在开保时捷会比较，第一上路也会比较担心，第二就是它有点太快，加油门也不对，不加也不是。对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店员拿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哦，他就。所以在哪里买的？
在日本。啊，店员直接挑倒。对，店员他没问查，他没问初学者或什么什么。我觉得他转过来会比较会，因为不好转。我说实在，很难。他的轴距很长，所以你要等一下。你说从向山下的时候要等一下。简单讲就是加速很多，又很害怕。就是往下的时候，它的速度会要加，会加倍。对，小钢炮啊，雪场小钢炮。好，来，我们稍微到下面点哦，然后我们再做一次。没挑。你们没有问你们之前的教练说你们适合几公分？没有问呢、欸。我们都问呢、欸，才敢买。没有问，其实还蛮后悔。问你还好，我们俩买一样应该差不多啊。他就是受害者。没有，他你们两个身高差多少？哎呦！呜！呜！慢慢来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没了。对我来讲，真的蛮困难的。哎，我觉得蛮困难的。哈哈哈！要花点时间。刚回家就是，刚盘旋家一下，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对，为什么这个板子比我还要高？一百七真的很长哎，因为你刚才讲是，你刚才讲你是 advanced 还是，你刚才讲进阶是不是？只问我们是什么线，可以滑什么线。然后你那时候刚才很快呢，哪里的卖家？啊？哪里的卖家？好来，我们到时候吃饭再聊。好来，我们等一下呢。滑完这一趟之后，我们应该就先吃饭。OK。然后我们的话，等一下会上来之后滑缓山道回去。好，等一下会滑这上面，所以等一下下来之后不要滑下来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做一样就做平斜部分。那简单来讲，转角部分除了像地平的话，你会比较容易，对，还是会有升级，升级的用脚的部分去做转角。那个阿座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啊，你的上方就是要转这只脚，稍微先推出来，因为它真的比较慢，要。所以你不要急着先转脚，急着它往下掉的时候，脚顺势的转，这样子它比较容易控制了这个板，要不然你会被摆，因为要等它一下。好，然后剩下的同学我觉得进步蛮多的，然后尤其是那个是谁？一平的平均，我觉得进步蛮多的。OK， 好，好，那你如果。尽量不要再有三角形了，试试看。当你两只脚同时在我们刚刚在地上做那个转动的时候，你两脚做同时的转动的话，它就会是不平行的。OK， 那要不要脚并很在一起呢？我觉得不用很需要，就是稍微与肩同宽小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哦，不要刻意夹在一起，女孩子可能会内夹，但不要，尽量是站在板子上面。哦，我的平行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我站在这样子才会平行。OK， 如果这样子就错了，对，平行的这样。OK， 好来，往下吧。好。你最后一个。你要下，我先下，你先下。你要跟，你要跟。到我吗？好哦，你先走，走。我要转方向了。为什么我不太会动啊？
得努力站起来啊。那跟我一起站好了，那换你在我后面。还没，等他。那你，我们下去一点，用照相。什么一点？往你的后面一点点。嗯。这样。好的，就这里。拿得出来吗？可以。OK 好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就是尽量练习停止，因为现在这是蛮缓的进行。哦，这是蛮好让你去练习，感受你让两脚同时转动的部分。那稍微中午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吃饭部分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刚刚录的一些小小影片。嗯、OK、哦。那问题点其实大部分都讲过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。啊，好白痴，我手挡到了。好。好了，十分。好，来，我们我们先回去吃饭好了，因为我要先去看一下初级班的部分。哦，可能会协助一下初级班的一些教学。所以我们直接走左边，有没有看到那个紫色的那个？联络到左边那个部分，来，我们先回到他左边。那如果说你们等一下要滑的话，可以但是要站左边。对，就汉堡王左边，我们搭着这台缆车。如果你们还想滑这一条的话，我们先回到汉堡王好了，然后讨论喝点东西。如果真的还想滑的，可以先喝点水，因为我们在那边喝水。然后跟顺便跟你们讨论一下路线。OK， 如果想要自己练习 ，OK，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来。看得到几点吗？看不到，我没看啊。你要看啊？对呀。1:50？哦。你说你跟我，我跟你，你跟我。小胖就要去联络到了。很简单，就是滑在道路的中间就可以了，然后一样要做转弯，尽量不要用大三角形刹车，因为这个对你们在做转弯的训练是蛮好的。环山道的部分，好，这环山道不会非常窄，但是尽量滑在道路中间。如果你能转弯的同学就尽量做转弯，大三角形转弯也可以，但是尽量不要就是大三角形直直的刹车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当然速度快的话的确需要先刹车再做一些调整。 OK， 好，来走吧。好、哦，哎呦！
对。我刚刚那样一直刹车，脚反而很酸。啊？就去。有没有人还想要继续滑的？等一下会想要滑，我先讲一下好了。如果等一下你们吃吃饭，自己想要滑可以先去滑一下。好，来大家来一下吧。
等一下我们休息的话是一个半小时，那下午的话会滑到很晚，因为我们巴士是五点，所以会滑到其实可以滑蛮久的，但是看今天的缆车，我记得最慢是四点半，最慢最后关是四点半，所以可以滑到最后一班再回家。如果不怕冷的话，因为晚上下午就会蛮凉蛮冷的。好了，我讲一下等一下大家可以滑的路线哦。早上的路线其实算蛮轻松的，下午的话我希望是可以滑到这一条啦，然后我们会先去这一条。等一下如果你想要滑的话，其实你这两建议是先做这一条。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对自己抓这个时间，我不知道大概要抓多久，但是我觉得建议抓30分钟以上哦，正前方那张我建议啦，加坐缆车应该是应该需要摔摔叠叠站站起来的，对，大概要30分钟。它够宽吗？就这一条正前方这一条够宽吧，很宽啊，很宽，但是雪况我现在不知道哦。那整体来讲我们刚刚滑的是这一条，那如果说我们下午上课会在完山这一条哦，那会带大家来滑这一条，可能这一条滑一次到两次我们就会进来这一条了，可能或是可能会先，或者是下午大家休息比较多，可能这一条就滑环山进来之后我们直接上这一条也是有可能哦，所以看大家状况，然后我等下会上去看一下状况跟雪况。那所以说正来讲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练习这一条，很好练，非常好练。其实我们下午要上课的话都是练这一条，这条练胆识，这条真的没有办法，心理压力，万一不行要练，要这个要上课，因为这个是有点偏红黑的，嗯好，对，那这条其实是绿滑，有吗？没有压过，哦那算了，红的没有压过，这整体来讲就是现在这样，跟我们今天在滑其实没有什么太压了，因为今天也不用什么压，因为有压，但是其实它等于就是有点乱乱，因为它就是结块结块的感觉。嗯嗯，对对对。如果说你觉得对自己想滑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滑，坐这条上去之后，直接滑过来的时候往右边走。我们刚刚都往左边回来嘛，我们刚刚都是这样子回来，对不对？那就变成说我们往这个方向回来，就是三号第一，完山第一，这是我们下午上课训练会比较多的地方。OK， 好。嗯，我们刚刚到底是怎么滑的？这一条滑这一条。哦，我们是先坐这个缆车，四号这个缆车，对对，一直我们一直在滑这，一直在。好，哦哦好。好，那如果说真的还想滑的话，建议还是先喝个水再出发。哦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半小时后啊，我们看一下时间。嗯，就一点半。对，一点半。这里吗？啊，对，一点半这里，对，准。OK， 好，看好准，谢谢教练。谢谢。谢谢。那对于刚刚早上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可以提出来，下午可以增加一些东西，多想法。可能那个模的话，如果真的有想要的地形，我们再花是中午的时间再一起去。好，好，可能对于来对于来讲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可能进度会稍微比较不一样。OK， 好，好，那但是第三天可能会稍微比较一样。你要吃什么？哈，我会再出比较汉堡王跟。这个好了，我不想吃，不想吃 Hot Burger King。什么？不想吃 Burger King。Kona Yuki Cafe。好，走这边。你 OK 吗 ？OK 啊 ，OK。我要去看一下情形。不好意思啊，刚。不会。嗯，我去吃饭。这该不会？哎，上面应该是 N 的店，会不会？啊？会不会是 N 的店？不知道。这个 Kona Yuki Cafe。上面有什么猪的伤口？那家好不好？好啊，看一下，不确定卖什么的，要不要关掉了？关掉好了。可以关啊。那你帮我按。